那你搞得心情那么差干嘛？招财物吧。哦，有，我们都有。对，都还带来。来，微如的，微如的先看。我的招财运是这只，刚好今年就是。小猪，对，猪年，而且你知道这只猪其实是我去年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世足赛嘛，然后世足赛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偶尔就是在欧洲的时候也会看一下球赛什么，然后也会就是跟风这样赌。然后刚开始那时候我还没有买它之前的时候，我赌了然后三四场的时候都输。后来之后我就逛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有一只幸运小猪，因为这只小猪上面还带一个幸运草，对，我就说它就是幸运小猪，然后长得又很疗愈，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买它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我就觉得它在看着我，叫我把它带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它运气就是感觉就很好，所以我就一直摸着它说好运来，好运来，然后就叫它好运来。然后后来之后我买回去之后，开始赌几场球赛，所以有连赢两三场。但是麻将输了12000。没有。然后所以我就只要把它带回家，然后供着。那你这次注意到我们这个就没用了，我们这是老虎哎、欸，不是平常吗？老虎我也有，可是今年猪年，猪年卡低。真的很卡低，我也是招财物。对呀、啊，这个是咬钱虎，我也有一个。然后这个是转运猪，然后呢，我好多、哦，还有这个咬钱的蟾蜍，臭空的蟾蜍。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貔貅，这一对貔貅，这一对貔貅已经跟了我好久了，就是从我那一年去世界麻将大赛那一年买的。哇塞，就是带他去比赛，然后赢了第三名之后，他就一直在我身边。哇，这历史悠久的貔貅。哇，那跟你比起来，我的貔貅小好多。难怪咬的钱都不太够。借你的。而且我今年还自己替自己添购了一个钱的耳环。那我打算拿去那个财神庙，没有你要再去打一个叫银啊，啊一边钱，然后一边银。对呀、啊，钱又不一定银钱呀、啊，也是。不然你像一个零一个钱，哎、欸，真的耶，零钱。不行啦，对不对？你要打一个、欸。我跟你讲，除了带那个招财小物，你还要给人家开光。我这次有给人家开过光。哦，开光很重要。哎、欸，我也有。开光很重要。我这个就是。你看它上面有那种就是朱砂点的红红的，然后我就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先就是都会摆糖果给他，然后就跟他说，妈咪今天要去打麻将哦，记得多咬一些钱来哦。然后这个东西呢，对我有时候这个我不敢戴手上，因为你打牌的时候被其他人看到不太好，对对对。然后我都会把它放在皮夹，然后皮夹的那个拉链我都会打开。因为他在这样才出去咬得到钱啊，你把他那关起来，他就没办法跑出去咬钱，所以我都会偷偷放在口袋里。我都放在皮包，然后那个包包就是打开来的，然后就是叫他记得要去咬钱。然后我如果就这两把牌都一直就放枪的时候，我就会摸一下我的皮包，说，哎，起床喽，记得去咬钱哦。